在高速公路上，就算是小小行的线路，那有可能引发严重的车祸。要提醒你，货物应该平稳放好，等在等跨关，拢在规范内。货物嘛爱捆绑个妥当，绑个好，绑个安，并且看上磅礴，以免货物线路哦。108年9月16日起，高速公路货物线路伫个国道超过一定时间，会针对线路的物件处理开始收费。货物别牢靠，安全盖可靠。